2022年惠灵顿日本节是一个两年一度的活动，在新西兰首都庆祝日本文化。无论是令人惊叹的武术表演、时髦的 cosplay 文化，还是优雅的茶道，惠灵顿日本节将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，享受激动人心的舞台表演，品尝美味的日本饺子和寿司，还能尝试有趣的折纸艺术。惠灵顿日本节，2022年6月18日星期六，就在 TSB Arena 和 Shed Six， 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半，快来一起享受日本文化吧！